么的，哎呀，呼！恶魔消，恶魔消不是邪教，是真的蛮好用的，就是一点操作而已啦，烧死他！老师，但是安奈特他现在完全没有控制技能，哎，先别谢，还没狙，凶啊，这套装备。安奈特这次的改动是好是坏，但是不好啊。我觉得他比上个版本烂，我觉得他技能是变炫炮而已，那二技能啊会位移。但是我希望的是他可以把他原本那个串人那个改回来，然后他的大绝我也觉得改回原本之前这样，他大绝有点偏懒蛋，要控不控的你知道吗？然后要跑也没办法跑，原地在那边不能动。麦克斯，先去那个队没好好开战，不是啊，他的开战是原地耶，你所谓的开战是我可以去控制对方。或者是我可以把对方全部弹开，但是安奈特他现在完全没有控制技能，你知道吗？等于是他没办法开战嘛，对不对？这你认同吧？因为他技能没有可以开战的啊，他就只能一直后撤后撤。那你看他的大绝，是不是？这他要放的情况下，一定是队友被冲牌要保牌，那你要怎么开战？他没有得开，他没有个开战的能力啊。还剩是请求集合。我靠，这个天狠呢，这诺可西！你趴在地上的姿势还蛮好看的。你趴在地上的姿势蛮好看的。摩托，哎呀，呼！爽啊！说恶魔教，恶魔教不是邪教，是真的蛮好用的。我上次被人家恶魔教直接烧了四分之一血，请求集合。我也是有傻眼到的。会打架的英雄很多，会造武器的有几个？优质大吉，我先走喽，抱歉抱歉。没事，你玩一个辅助，完全保牌能力不好啦。我简单来解释一下，没有保牌能力，没有控制能力，没有蓄障能力。哇，我直接简单有力，保牌、控制、蓄障都没有，要它何用？所以我直接示范一场巅峰赛，就掉21分啊。我就不太敢用了，你知道吗？玩那只给护盾，那我不如玩爱丽丝，还有控制器加跑速，对不对？爱丽丝二技就等于抵掉它了，而且爱丽丝还有控制器。就尘归尘，土归土啊。乖乖的哈，可以去赎。小心草丛！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。我肯吗？各位，你觉得我肯吗？一口气我吞得下去吗？请求集合。哎，就是一点操作而已啦，烧死他！就真的是一点操作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不用吹，不用吹。笑死！还想勾我啊，兄弟？我来啦！哦，来啦，烧死你！我比岛爷爷还烧吧。无情无情。无情无情。舒服啊，你敢过是不是？我带你回家。
哎，我很聪明呢，要不是没有罗氏，我会跑掉哎、欸。可惜哇！<笑>哦，一吸，哦一吸，哦一吸，哦一吸。太无情了，真的，给我跑一下，画面不是很美吗？金济品哎，双边都射手，哇，好赢啊！颜值很大，还好吧？我颜值，我又没射颜值，脸书的颜值，好不好？ 再开恶魔一下，但没炸到。我的电灯一直开，一直烧他们。有大我就开大。有了我的发明，大族玛丽。 兵力的消耗很重，刀不痛。敌方三人全破，我方中路超级兵出。打我干嘛啦？对不起，我的错。 好爽好爽！一起走，别担心。哎，先别谢，还没狙，还没狙，还没狙。哎，你有懂没？不好意思。一起走，别担心。他们是。 靠腰啊！都把它爆了，要杀我啊，兄弟！都把它爆了，好用啊！恶魔一下好用啊，真的！你没看我那个一个转，我转过去，一技能转过去也有恶魔微笑哎、欸，一空空！你要看我伤害应该很鬼，哎、欸，20%，20%，凶啊！这套装备，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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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辅助开完局，中边往哪边靠？ 你也可以先帮打野刷蓝区或红区，然后直接过去那边，直接过去强古龙也行啊。早安啊，哎、欸，我想再玩一次麦克斯。